目前人早安。
所以呢，伫这个时阵，咱就对啊，咱这边人也非常的感恩。唔过呢，因为伫这个对这几个月来，咱看见台湾这个土地连续过了几个月嘉年，嘉年真听啦吼，就是讲气拢凝结的。唔过呢，当中呢，唔过呢，拢有来注意吼，这个国外尤其。咱人家讲啊，这未来是毋是这个未来？因为伫国外的运作啊，就讲咱出外国赚钱的，以世界出外赚钱的，拢达到那个规律。但是，拢伫外国啊嘛，领了真济的这种被告来，上悬卡六十几个，一工六十几个，昨晚有四十几个，哦，所以呢，行这规律啊。我看到过来八个入来，听外国的入来，但外国入来，反正呢拢是机场就搭闸了，机场就搭闸了。可是一发闸无掉的，为虾米呢？为虾米？机场先清除人员，这物件去理解啦。你看我好可怕，因为机场你扫涂骹，你机场你行李，迄个呐行李行李大，咱的呐。迄条在行李过来，啊，拢有条行李盘了，洗啊洗无，为着亲迄名就叫钓钓，你看外国嘛，为着亲迄名叫钓钓，哦，到尾机场防疫上厉害，嘛上用心的，嘛真正上严格，但是你嘛无遐济，啊，所以呢，因为咱为着个细节倒转来，但是现在泰国甲是目前中个内底当中。咱泰国有道场啊，伫个所在，甲进啊，咱杨志义嘛，阿里啊，修筑啊，泰国啊，这个规划。但是咱嘛知影讲，离泰国的当中，进一天，那依照官方所报的报百姓非常热。唔过呢，我也听因泰国人咧讲讲，今年伊啊，真正有十万出来，拢超过万人，超过过来万人。所以呢，政府第一来报一下，讲他七八千人啊，七八千那是啊上少的吼。伊若交付出来，恁会惊死。那你这种环境，新加坡、马来，伊咱的这个东南国家，甚至伊东北亚国家，甚至伊咱亚洲国家，咱个话，每一个国家，大家是非常的严重，非常的严重。这是因为这个大结束。咱感觉带领咱台湾这块防疫先导，安尼感觉拢作平安尼有无？咱有感觉，咱那时候他对疫情啊，对迄个咱嘛，他讲，咱就对我来讲个啊，很遥远，敢是安尼？哦，啊，人咧调病，我咧甲人调病，我身体作健康，我话你讲，迄时阵你甲你讲健康无健康个代志，一时一时咧甲你揣啊，揣你有甲伊关系，有关系个代志。你还有关系？你话健康要倒了哦！哦，世界五百几万人，迄大家感觉拢迄个比较十岁迄个无健康迄个嘛？哦，拢在一块迄少年倒的，所以我来讲，因为疫情唔是咧来讲健康甲无健康，疫情是咧来讲你甲我有关系，甲无关系。啊，就是你讲个，就是啊，现在想得较神奇啊，吼。即我在台湾爱关，甲无关咧。好、哦，咱地感觉唔发一句话对不但是过去不得难讲，先人所作所恶业，来自和平贪嗔痴慢。过去呢不得难讲一句话，先人所作所恶业，先人就是过去，你过去时所做这恶业是即世来，那你过去再做恶业。不离于三，贪、嗔、痴，不离于这三。哦，啊，这三不好嘛无，这三就是哪，就是道患，这三就是病患。因为那个，因为这就是造业的病患，这个啊，造业的这个哦，这个结果的因缘。但是这个结果没有，这个物件没有按照一定，那么怎样？业就要用业来搭配，业来用业来搭配嘛吼，即大家拢知影嘛。但是，咱有看到咱台湾这个土地，
叫啥？叫做蓬莱仙岛。啊，这个叫做宝岛嘛，吼。啊，什么叫做宝岛？迄、那个宝就是足可贵的所在，哪叫做宝？啊，若无可贵，哪叫做宝？我请问，选择较宝来吃头较宝？你讲是头宝贵嘞？你如果是头宝贵啊，你若讲五金宝贵，爱讲淡宝贵。当然，你若讲五金宝贵，伊就是有特出，伊就是有特殊的物件，叫做宝贵。啊，咱台湾讲叫做蓬莱仙岛，啊叫做宝岛，有无？宝岛。啊，这个宝岛，迄、那个有宝的所在是新人住，有福报人咧住嘛？当时安尼，啊无福报人要住这个宝岛住会了，你住会了啦？啊，所以安怎有福报？哦，世界有200亿国家，世界有70亿的人口，咱敢你该想看下，对迄、那个。你对迄个地球上顶环境啊，拢飞去外太空啦吼，甲捡一石头落来吼，甲放一石头落来，甲唔可能都放在台湾，甲唔可能，不可能只能放在台湾。大家都来，我台湾过来打回我，迄、那个加拿大、美国、澳洲，迄个澳洲、北欧，伊所在啊，台湾啊。我较好诶，讲是伫地球内底，咱台湾啊，找阮台湾一点诶，啊，找阮台湾一点诶，敢有遐出事？有迄个石头我放诶，我挂了，我怪台湾这土地。敢有你伫这个遮尔啊侪个当中，我生伫台湾这土地，你家己思考看卖啊？你是安怎想到这个所在？你是安怎来到这个所在？所以过去，咱过去想到讲一句话。人生难得，素然嘛吼，看来嘞，啊，人生难得，看来嘞，中华人生，看来嘞，三奇难遇，哦，名素然，看来嘞，名素然，大哥嘞，大哥嘞，所以咱素然一定咱无难，咱素然拢难得。你今日来靠在我这个土地，咱把悟到天道大开普渡，大。台湾一片妙湖啊，妙湖就讲，咱台湾的产就讲，你只有三分地产，但是你这黄啊，要你要挖三分地，但是你头前迄个产，头前过去啊吼，过去我做兵的时阵啊，阮爸伊在咧养黄啊，养七啊种啊，我做土黄啊，安尼啦，拢头前一角啊，啊，着做养七啊种，对不对？啊，爷爷要创啊？我较大胆啊，个，啊有两种，一种用土的，用土的啦，啊土一片一片去咧播产，咱播一头咱用迄个做，迄个播产机无啦，无人播产机咧播啦，要用人咧播啦，干啥呢？一种就是用烤的，有无？啊烤的迄那较重，啊带个尖尾，我也是安尼啦吼，贵起拢是安尼。啊！我咧讲就是讲，头前迄个庙埔的当中，迄、那个就是咱台湾，迄块三分地，迄块就是咱咧讲啦，讲世界，安尼。但是咱台湾这个庙埔所出来的姓名，蓬莱仙岛所出来的姓名，所出来的身份，但是这里世界连一贯都以世界这个名，叫它是非常大。拢咱一贯都以台湾这个土地去开发世界，当然你知影，大陆都不属于大陆啦。哦，大陆一年长了后，所以你必须以台湾开始就是哪，开始就是哦，这个叫啊庙埔，而且咧培养一些文化站，而且文化站到底延伸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去，唔单咱个岛，到底来讲，哦，咱讲啦，讲起来都。迄个叫金丝豆腐呀，啊！你讲咱的豆腐进当中做这大部分都做这个材料，哦，迄个啥啦？迄个肉也比较贵点啦，哦，咱一般都贵点贵点点不要啦。咱嘛，真正在我这个土地把片豆腐研究到世界，咱就贵得到中国材料，因为中国材料不少方面的依靠。不过因为中国材料当然有在因。伊个即个啊，个伊国家的即、這个啊，伊即个关节哦，伊有伊个制度，啊，有伊个制度，咱不当做咱做，啊，不当做咱信，
安尼个，啊，咱若放去规范个制度，甲规范个规律，哦，这是咱要做。不过因为咱知影，台湾这块土地，伊个伊叫做宗教自由，因为伊无甲你限制，但是限制会当互你真正去发挥。咱今日，然后你呢，你啊，人类己利啊，人机己机的，人机己机的爱心。你讲今日你作者世界迄个所在。无道，作者世界迄个所在嘛需要咱去甲度化，但是因此当中呢，大批安尼去甲世界出来，我请问咱各位，我过去我啥来讲？我过去，若你要咧坐飞机，早年咧坐飞机的时阵，二三十年前咧坐飞机的时阵，若要看到机顶讲啊，食素食的，还是含着素食的微笑。其实无，我听讲，哎，一个两个安尼尔，啊，其他医生看你只，你后壁就开始，哦，一个红小姐就塞着个餐椅车，哦，啊，车就安尼哦，迄个滚下滚滚，啊，然后迄车滚落来吼，哦，迄个味是够难闻着，迄个味，我迄个在咧边仔边边生了够难闻着，迄个味是种臭车呀，安尼着着，但是即摆呢，你着飞机进甲坐去了后。这台飞机要去泰国，这台飞机要马来，这台飞机要菲律宾，这台飞机要澳洲、要美国，去里上只澳超过二十个，有二十个，迄个方式才来开始飞吧，方式方式，迄个亲戚家己感受的，咱亲戚家己去面对，是啊，有遮济人，离泰国有遮济人，离菲律宾有遮济人，离马来有遮济人，家己住的是这个人，拢伫咧创啊。这个人不愿意开放，这个人不是去佚佗的，这个人伊无去佚佗，伊伫遐下着家己的钱，啊，派着家己的背包，啊，摸着家己的呐，家己的喜欢迄个塑料，唔呐，过去咱四年收经理，去到菲律宾开放的时阵，咱所有人啊，写一个讲背着慈悲走，哦，背着慈悲走啦。因为伊袂去开放，啊，得抓一挂箱、两挂箱、三挂箱，抓都抓袂落去，吼、哦，啊，得去到医疗，穿的，你下当是二十五公斤尔，你下当二十公斤尔，穿着要四五十公斤，来，报钱，我阿爸，阿爸叫，赶紧去到医生啊，看呾，他们太太两个人，安尼过了大箱啦，吼、哦，内底拢啊，地皮啦、啊，塑料啦、啊。拢是花费去，吼、哦，甲着真低。拢要把台湾上科技的物件换去用迄条线来共享。要把台湾上个好的地理，摕去甲条线来共享。我请问各位，这是什么心？这叫做佛心，那叫做慈悲心啦。感谢呢，啊，讲下歹听，咱家己好啦，咱家己好啦。咱要去咱是，哦，当然啦，你家己的查某囝、家己后生，那是无可厚非啦，吼、哦。恁早做大生，那是无可厚非啦。但是你若要去你的朋友遐，你家己的朋友啦，你看我早做大包去杀你的朋友，有无？无啦。啊，你起码你杀你到底，他妈他妈小心他妈，你怎会？阮今日去阮这朋友，是啥物原因？我这边在旁边在咧杀我，伊会感觉衰，但是恁知影，咱这其实。就是在做这个工，啊，做这个工会，咱一句话不得难讲，不为自地之欢乐，后面不为难讲，但愿众生得离空。不为自地之欢乐，咱唔想讲实在啦。那这回想过来，我就是想过来拍下你，第二回就那个啦，那个检查行李，大包细包，赶紧捡，赶紧变变变变，啊，啥的，是做哪鬼的呢？哦，安尼，你伫台湾变一个去到遐，就变一个，哎，外贸完嘞，迄人好做变就是个物件，就拖啦，都给你拖，都给你拖，都给你连，唔给你奖金，都给你啰嗦，你爱报偌济钱，你爱创偌济哪货，迄外贸完你敢毋知？哦，啊，那我他是讲咱无桥过，啊，都，吼，啊，都开行李，啊，带我来行，啊，唔免就甲恁炸啦，吼，啊嘛，唔免伊就甲恁刁难啦，安尼啊。但是恁是咩？恁是安怎要做到这目标啦？恁的内心世界，咱今天就先做出来这物件。恁这做出来恁这物件，就参照讲你今日去大包细包，你要去了恁家吃，
要给恁查某惊吓，是安怎哩？我阿头拢总看到，伊无想到，你头拢想到，因为你，等到阮查某惊在食这，阮阿孙在食这，阮阿姆好阿妈在遐咧烧啊，遐咧烧啊，遐咧烧啊，遐烧，看过一大堆拢烧在，是不是安尼？这就是参照呐，阿婆的心呐，参照阿妈的心呐，阿婆的心你敢知啊？鸡婆嘛，对不对？鸡婆嘛，阿婆的心。啊！你有鸡婆无？今仔日你国华办单拢做鸡婆呢？你敢知啊？有鸡婆无？咱阿婆今日就搬大堆细堆来啦！啊！你搬一堆只地皮就创啊？哦！但系比你有钱世界的地当中，你敢不欢喜？到亲戚阿欢喜的时阵，到亲感觉会能吃着台湾的料理，吃着台湾的塑料，喝啉着台湾的好茶，迄就是欢喜无？迄个结果就是无心的，迄叫做自悲心的。所以讲，自悲就是佛的心怀，哦，慈爱就是佛的啊心怀，慈爱、诸爱就是佛的心怀，母爱就是人心的哦心怀，母爱是人心的光辉啊，诸爱是佛的光辉啊。但是咱今日爱不是母爱，咱今日不是母爱，咱今日爱是诸爱。这样子外，我都在问结果。啊，结果就是，恁贵人讲，啊，你这样才结果，听着结果是你讲讲，干嘛好？那时候我都今日在做一阵，做你，你讲讲结果，听着你那时候好像不是很有好。其实结果就是无心的，结果就是无心的，因为结一个果啦，本来就是一个果肉啊，你听不听？啊，都结一个啦，啊，叫做苦口婆心啦，你敢听？所以你有结果无？那么叫你用来，你就甲加一个果落去吼。哦，你有够自卑嘛？嘿，那是咱这心就是心。所以咱今日这个结果就叫做诸爱，叫做无，叫做不的心怀，那叫做菩萨的心呐。好、哦，啊，所以咱大悲世对大海世派，啊，甘愿排去大陆，啊，甘愿排去东南亚，啊，甘愿排去个是欧洲，甘愿排去南美洲。侬看这物件，你飞机坐了拢坐过来点钟呢？人若搞物件就搞呢。但是，当咱伫遐咧食，咱伫遐做诶时阵，咱虽然艰苦，但咱诶艰苦拢袂记啊。啥拢袂记？咱一定着起来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着起来食着我食物件，哦，台湾素食好食，伊我嘛想要来食素食。咁是咧，当迄个着起讲，我嘛要食素食，你无怀疑咁个？你袂记讲你太艰苦啊？你真正袂去讲你家一排艰苦呢？我哩做真真在比啦。你今日你若早一项物件去找恁后生，好，哎，早一项物件去找恁祖爷，恁后生恁怎？妈妈妈妈，哦，你其实今日你做好吃呢，哦，我做爱吃呢。你说妈妈到底讲，好，我家己做艰苦，家己做辛苦，迄个艰苦我辛苦拢无去啊，迄个是欢喜呢，欢喜啦，哦，欢喜后生哦。这物件是个怀疑，伊个怀疑就是伊个怀疑，伊个怀疑就是伊个怀疑。啊，但是你个怀疑，迄心我就明示啊。这叫做爱，这叫做无爱，这嘛叫做爱。但是咱人生在这世间，咱也知影，咱今日上做这个苦的心怀，我都归到他身上得了。咱是苦的心怀，今日台湾这个国家，这个。所在会当遮平安，什么物件？因为大量典型的这个做法，我来是讲简单的，只是拉个打击，你就去做善事，你就去做好事，你就去咧是爱心，你这家庭平平安，你这家庭一定福报，你个福报大，你个福报大，你个福报大，你这家庭就平安。啊，你这个家庭。